然后它下面的这个是绿灯，然后我们按左边的这个喇叭。哦，刚刚按了喇叭之后的话，那旁边这个灯就进入了这个绿光，那就进入待机状态。然后按下面这个键，它就会进入踏步阶段。然后按前，它就向前跑；然后按后，它就向后跑；然后按这个右边，它就右边就行；按左边是左边。这边是上面两个是右转、左转、前进，然后它再按下这个就停止了踏步阶段。它停止踏步阶段之后，按这个左右的两边旋转的，它可以扭动身躯，这个晃动摄像头。然后这个。如果不要控制的话，就再按下这个喇叭的键，哎，它又进入了这个蓝色的光，那它就进入那个没有连接的状态，就是这样的。